现在说实在，首先很累，就是三天一直重复跟不同的资方聊案子，聊了大概30几组，然后每一组都要问答问题。现在拿奖其实是很意外，因为我跟其他制片像心如姐啊，还有李林哥都说应该不太可能，因为今年有很多奇幻的，然后我们讲的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。普遍上他们问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普遍上问为什么要拍一部在自己国家不能上映的电影，因为变性人的题材现在马来西亚还能不能上，这个还在挑战当中。然后另外心如姐是被故事感动，然后她也是会演其中一种角色嘛，然后里面有提到外劳的部分，还有为什么选择在马来西亚拍这样。那这次你跟林心如合作，其实整体的感觉怎么样？那你们的筹备工作现在做得还顺利吗？现在还在剧本的阶段，然后我有跟心如姐讨论她的外形造型的部分，因为希望这一次帮心如姐改头换面一下，因为她要学越南式的中文，那个也是另外一个考验。那对于这个 Miss Andy 的电影，其实你预测她到什么时候，就可能是明年或者是后年会上映吗？上映是不太可能的，就可能不是在本地，在国外的话呢？如果照预期，如果我们资金到位的话，可能明年11月我们就会去参加影展开始。明年是我们想要在上半年把这部电影拍完，因为其实差不多我们就会把剧本弄好，就开始筹备了。所以这次在我们金马创投的颁奖典礼获奖，其实你自己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呢？我一直说我这次来是来走马看花的，其实还蛮累的，因为从第一天到今天已经讲了29遍的故事。在企划呈现的过程中，我自己越来越清晰，因为你发觉到很多人会问你问题，就是投资者他们很现实的嘛，我觉得这是很实在的，就是会问你的片子的内容你要怎么拍，然后你拍出来过后你要如何去在市场上去卖你的片子，这些都是我之前创作都没有想过的。那现在这部电影《南屋》它整个筹备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是到什么样的一个进展了？那这一部片子我们的剧本已经完成了，然后现在在分镜的阶段，当然最先得到的一个比较对我来说比较安心的，我们的女主角已经敲定，从去年开始已经敲定了。可以透露吗？她是杨艳艳，杨艳艳会在戏里面演我真实生活里面的妈妈。那目前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还不能够透露，只能够说她也是马来西亚人，很多人都很期待她再复出拍电影。你觉得接下来马来西亚真的是要拍很好的作品，其实缺乏的一些因素是什么呢？坦白说，我在做广播12年，那我花了13年的时间在做乡音采集跟民间口述，基本上我是在做着导演功课。有时候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缺乏一些生活的历练，当然生活历练缺乏并不是你的错，但是你必须要走到社会，走到最底层去采集，去聆听不同阶层人的生活的故事。